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，我们要对上主表达感恩，感谢天主恩赐我们世上的母亲，还有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。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想想，在个人方面，我们能够有些什么特别的表示？我想我们可以在言语上表达对母亲的感恩，还有对他们的爱。有些人可能喜欢写一张卡片，或者自己亲自做一张卡片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话亲自的跟母亲说，谢谢妈妈，感谢妈妈，我爱你。然后当然也可以给妈妈一个非常热情的拥抱。比如说，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小礼物，包括刚刚所提到的鲜花啦、巧克力啦等等。或者你自己知道妈妈喜欢什么，不用很昂贵的东西，但是可以表达你的心意。另外，在这一天，或许你愿意做一点事来给妈妈服务。一般上，家里的很多事物都是妈妈亲力亲为，扫地啦、煮饭啦、这个洗碗啦、洗衣服啦等等，很多这个。家庭的这个工作，或许你今天要替妈妈代劳，用这个非常具体的方式来，告诉妈妈你欣赏她，你爱她，你感谢她。那么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平常很忙碌，工作上、读书各方面，没有时间跟妈妈在一起陪伴她。那么今天或许你愿意，花更多的时间，这个。有质量的时间来陪妈妈和她聊天，和她谈心事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彼此沟通，促进彼此的感情。那么现在神父也愿意为所有的妈妈献上一份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。你借着他们生养和培育我们，使我们从这亲密的关系中经历生命的旅程。感谢母亲们任劳任怨的付出和爱护，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孝敬他们，以爱还爱，使他们体会到丈夫的关爱以及家庭的和睦。愿你赐他们喜乐和平安，以及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灵命。无论他们的日子是好是坏，就是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应对。愿万善万美的天主所有的恩典、怜悯、征服，常与他们同在。这样祈祷，因主。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祝母亲们母亲节快乐。一生默默释放他。
迦南的暗中，晚风玛利亚为我祈求主爱的光荣。晚风玛利亚，求你叫我安静的力量。晚风玛利亚，求你叫我温柔的坚强。晚风玛利亚，求你指引顺服的信心。晚风玛利亚，求你指引祈祷的希望。全心全意跟随他，不言不语，一生默默侍奉。求家